右后脖子酸痛。看到这边有个飞条啊，这边好像是田野，这边是水呀，这个就五大湖那边了。现在的场景是人家很期望能看到飞碟，人们很期望能看到飞碟，但能看到的人确实能看得到的，运气比较好的，确实很有限，确实很有限，所以还是很多人怀疑到底飞碟存在不存在啊？但是啊，后面会给大家个惊喜啊！五大湖那边会出现那个冰雕啊，由冰柱的雕像啊，由冰柱的雕像很快会送到那边啊，很快送到那边。人家想象不出来啊，人力的话很难做啊，做得成啊，很难做得成。而且是一夜之间送到那边，也没见什么交通工具送过去，所以啊，人们又唤起了人们对那个飞碟的那个遐想啊，又开始对那个飞碟的遐想，刚开始是人家脑袋当中期望出现的飞碟啊，期望出现的飞碟，现在出现了真正的飞碟啊，把那个冰雕送过去，冰雕送完以后，再隔了几天，真正的。那个永久性的，雕像也会送过去啊，那边就发生接二连三惊喜的事情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